今天买了将近上百根的别针，给它固定在床上，让它动弹不得。我这次任务非常重要的要件，那就是要一个活鸡。Hello。在一起唱。对啊。哎呦！哎呦！别走啦！啊！妈妈！趁着 Andy 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再偷偷的帮他做指甲。干嘛？太神了！不要咬！他不注意的时候刷他的信用卡 Apple Watch 耶，送给你。不要啦，那么贵耶。但我帮你用你的信用卡刷的。不要用我的卡刷。起床之后呢，我们呢就会开车走，然后把 Andy 的钱包把它收起来，他必须要想尽办法跟上我们的行程。还在睡。喂，那个，我们在门口等你，你过来，想争取到这100块，你就说出佳宁四个优点。很爱踢笑。笑。今天换我来假装喝醉酒来恶整他，就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零的领域了。知道你很漂亮。哇！我要叫。我要变成虎。一早上起床的时候，发现身边有好多的手机，那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怎么这么想？怎么那么多手机？哦，做梦一下就好多台手机了。好好哦，你还不摔？一百株仙人掌。我买的特斯拉，少说一早注意。你不想我就抬，对不起啊。假如有一个陌生人走进你家，开始清洁打扫，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然后就阳台。对。好。现在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因为我打扫。打扫啊！你看你超干净的。可是我睡不饱啊，问题是这样啊。我呢，已经会把他的衣服掉包。你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的衣服都不见了。机关的盒子它是不易打开的，趁着他还在睡觉的时候呢，我就要把他手机里的信卡放在这盒子里面。你有没有拿我的信卡？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？有没有拿信卡啦？有啊，不是没有。这包帮我开。不要。哎呀，我不要开了。下次真的开不了，下次真的开不了。如果去急救。纹身贴纸纹在他的脸上。什么啦？白目啊！掉吧，抠掉吧，再抠。我在抠啊！你没看到我在抠了？福利女生。待会我会扮演那家店的攻读生，用一些不好的态度上菜。我是六家，我会准备一只熊熊玩偶，之后呢，我会请面具人藏在里面。大家一定以为我那个是我。差不多要进去突袭他们的状况。是工人搞外遇是？我决定去整形了，我觉得非常完美，真的一样。你跑去整形了？对啊。我看看，靠近一点。哦哦。
我们来旅游后，我们有住 villa， 那刚好又有游泳池，我们就把它丢下去。干嘛了？不笑！起床后突然发现到重量级 Instagram 贴文直接剩下十七篇。怎么贴文剩十七篇？多。因为我现在要问看有没有客服可以联络啊。不好意思，他没客服，他客服就是我。啊？没有，我的意思说他没客服。第一，他可能知道我们的账号。要小心哎、欸！要小心哦，承认少打一个巴掌。大家以为我要把 Andy 灌醉。错，我要把我自己灌醉。你在哪？你要回来吗？没啦，没人关心啊。那边啦，等你啦。啊啊，好痛！是你自己拿过去。干嘛？正大光明的直接看女主播直播。谁是你？你是谁？哎。没有。干嘛？干嘛？我把他的主机全部拆掉，他回来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？在干嘛呢？等你回来。你怎么？你怎么？你怎么做什么东西？装回去啦，冲啥啦？好棒啊！他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掉下来。他从哪里掉的？不知道。哎呦，我可真的有脑洞。这群人的展龙、展瑞约要一起去爬山，我会把这件内衣穿在这一件的外面这边。Andy 老师要脱一件衣服了，啊，最后一件哦。哪里啊？在笑点在哪？没有发现 Andy 的毛在这里。故意的。对啊，哎，他看见了。我们都没有提出来，就觉得我不敢讲。我以为是，因为我怕伤到你。我要将这个假的 Apple Watch 把它解冻。不知道啊，这是我藏很久的水晶宝宝。左右这样看。妈呀！我靠！来，我现在先走，把你带起来。借由与 Andy 旅游，实际上是偷偷为 Andy 家做一个大改造。去了几天而已，马上就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到了林美石潭步道。我的鞋子被偷了，我的东西也被偷了。去年有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企划，炸牛屎。这一代就是牛仔，我们先把它绑起来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羊羊粉，你觉得非常的痒？对啊，就两天而已。今天呢是这群人十周年的音乐派对，我们打算乔装成清洁人员，进去里面制造一些小状况剧这样。很像哎，很像啊！你要在一起啊？我们很脏。啊！对啊，我们在一起。快乐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好好 ，OK OK。至于这个整人版呢，里面全部都是飞行伞。太帅了吧！我会先把房间内所有的卫生纸都给它藏起来。你可以把你鼻子用一用吗？没办法控制啊！哎呀！我去，不让洗不洗？卫生棉，卫生棉。没有了，因为卫生棉都擤鼻涕了。他会已经化好丧尸妆了，从里面冲出来。啊！
出一个假的贞子。面具人这时候干嘛呢？他会扮着鬼去追 Andy。 对。你要往前走，为什么是我往前走？啊、我怕、啊。我想看那个车子。车子在长这样。有人，干、你怎么鬼？你会不会动啊？乔装成出车祸很严重样子。现在就是这样子。因为有一点啊骨折，所以吼袂使伤出啦。他会一起跟他合唱一个秘密的中文版，我们就可以当暖身练习。孩子，要再注意一下。我是哪里没有跟到？就是等一下，我已经把那个三个把我房间放满1000个糖果。只要有我魔镜在的每一处，我都能照亮着你。我准备了一台 iPhone 12 Pro Max 假机，哇，蛮 OK 的。假的。